今天我们来挖掘恐龙，看这还有恐龙卡片呢，各式各样的恐龙，小朋友们都认识这些恐龙吗？好了，就让我们开始挖掘吧。撕掉恐龙蛋的外包装，这有一层塑料，把它撕掉，放在这儿。下面我们要开始挖掘喽，用锤子敲下去，用力。哎，哎呀，看来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呀。看看我们第一只发现的恐龙会是什么恐龙呢？还没有发现呢，还得继续加油啊！哦，发现恐龙了，发现恐龙了！看看这会是什么恐龙呢？嘿，马上就给它弄出来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剑龙，得把它全部挖掘出来才能知道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哦，我猜的没错，它就是剑龙。小朋友们，和我一起来挖掘吧！